咱的兵，演我星空妙地形。你是台湾的兵，演我星空妙地形。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丁友莲，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祈安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啊，即坛上各府堂上祖先各位所设立的啊众人位，以及尼泊尔释迦祖背面的朱彦灵，啊，地球双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啊，上一节为各位我们所共修所开示的天下第一就是人，天下第一是人，要从有尊严大孝祭祖的，你就是天下第一人。所以天下第一人不是在个人，若是普天下的人都能做到尽孝道，那普天下都是天下第一人。天下第一人啊，就是我们有思想、有爱、有慈悲心啊，所以天下第一人。若是我们投胎转世为动物的时候，那问题可大了啊。回顾到我禅机山仙佛寺民国78年啊搬来禅机山仙佛寺开山垦地拓荒的时候，啊，来了一只小黄狗，静下来一看，它是带了一位小沙弥的，啊，他的儿子会来。过了第二年，这只小狗哎，果然生出一只小黄狗。啊，我看了，我说：“哎呀，你的名字，我给你叫空空好了，空空啊。”我们这比较现在的在座的圆心法师，啊，他的最久了，他了解到有一只空空，这空空呢很可爱。所以那时候有这个因缘皈依的事，我就当时我们的师兄一起开山开疆辟土的潘海光啊，他都就带他一起皈依。我说法号给你为空空，你在过去无量劫，你在修行的时候嘴馋，啊，很喜欢东吃乱吃，啊，那时候你还很小，差不多10岁左右，因为吃到毒了，结果毒死了，
所以你现在又投胎转世，好不容易绕到现在来啊，所以虽然你是一只小狗，但是你的灵性你应该觉醒，我把你归于佛，归于法，归于圣啊，就把它放了啊。以后 这一只小狗渐渐长大，有信徒要拿东西给他吃，他绝对不吃啊，一定吃我们自己煮的菜啊。而且要去吃饭的时候，要看到从我们的斋堂厨房子煮出来的啊，当时煮这个饭是我们缘起法师的妈妈老菩萨，还有师母的二姐，还有廖义时轮流在这里煮饭给大家午餐晚餐啊。这小伙吃饭到了一定要先去看厨房，去看今天是不是自己所煮的菜，很厉害。我说你不要看了啦，不会再毒死你啦。这试过十几年了，没试过十几次，他有机会再投胎来是当为小狗嘛。啊，当要吃东西，我拿饼干给他吃，他在右边，我用右手拿给他吃，他会吃。我若是用左手拿给他吃，他不敢吃，他就跑掉，因为我右手可以把他抱起来，把他抓起来。你看他的觉性有没有觉性？就是有觉性。所以这只狗啊，若是看到有油菜来，我们另外有一只狗啊，都会追油菜，他就要赶快去挡住，不要让那一只狗去追油菜。你看他已经有觉醒了啊，都空空啊，他就跑来啊，就是和人一样的完全有觉性。我们在弥陀讲堂诵经，那时候我们自己诵经，圆寮法师啊，还有圆净法师、圆华法师啊，都一起在那边诵经的时候啊，在那边呛一声的，从这里再远他就跑了，跑到里面去听经啊。听经听完毕了啊，在经在嚼这个经的时候，他就又跑出来了。你看他多有灵性啊，我知道他很后悔他投胎来为狗。所以啊，这一只狗小黄常常坐着跟我眼睛瞪着我看，我说你看什么？天下第一就是人啊，哦，你现在当狗啊，啊，头就低下来，眼泪就流了。所以啊，各位同修啦，我们身为人啊，要珍惜啊，要珍惜，要珍惜，要孝顺父母，孝顺祖先，不然我们就和狗一样，和狗一样而已啊，真的很可怜啊。所以天上圣母妈祖婆才开始说天下第一就是人，天下第一人啊。所以我们今天大家都投胎为人了，我们为唯心贤士了，更尊贵啊。所以天下第一人在各位的身上啊，可以用这个来啊尊重和赞叹啊。今天啊，我们啊
四个道场一起来护坛，来护坛也是大孝啊。今天来护坛的有大雅道场圆清法师所带的啊，有这个苗栗道场的圆义法师啊，外埔道场的圆湖法师、圆湖讲师，还有台中道场的十八、十九届的贤士同修一起来护坛。你们这个护坛啊，三餐一大早，很晚才回去啊，都是在供养，一天有150桌佛桌。啊，我们的斋堂同修，你们很辛苦啊，这个在供养着香花果串啊，这个是还有金银琉璃珠宝，这是大孝哎，所以你们是天下第一个人，天下第一的人啊，所以我代表啊，代表王禅老祖来向各位赞叹你们，安尼好不？所以我们机会投胎为人哦，我们世界上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你就是真人。所以徐福是鬼谷子的徒弟啊，在春秋战国时代为鬼谷子的徒弟，在鬼谷子啊看到啊天界和整个的未来啊，所以就请徐福赶快往日出东方一点红的日本东瀛啊去移民啊，这个都是王禅老祖他注释道世间，当时为鬼谷子啊，王禅老祖又在清朝的时候投胎转世为林则徐，后来鸦片战争啊，又把鸦片赶出去了啊，就是林则徐啊，这个都是一位伟人，他来世间上他所修的是为大众的安危，人生人心生命的尊严啊，在做各种的普天啊的大功德啊，所以王禅老祖我们尊敬他为天人教主啊，王禅老祖为天人教主。那么各位维新贤士同修们，王禅老祖在当下姓，现在末法时期啊，所以王禅老祖啊又道教慈航在空界，以我们所有的维新贤士同修同心同德印心绝明啊，大家来为中华民族5000年的啊岁月祖德流芳，我们来修一切圣华啊，招请中华民族15615姓氏族啊，这诸祖联盟，大家所共同的共族就是三位：轩辕皇帝、神龙炎帝和九黎蚩尤帝祖。这三位我们的共族，因为一时的糊涂，战争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啊，历史以来没有一位皇帝真正的用爱
用神道关怀众生啊的灵性尊严啊，本身同宗同源同祖的同根源啊，所以王禅老祖看到这样，已经观察五千年了啊，中华民族所有要在团结，要在相互尊重，不要有人间浩劫，必须要从大孝祭祖开始，要追根溯源，去找到自己的祖德流芳，去找到我们每个人是从哪里来，啊，我们要从哪里回去，在蓝天净土啊，鬼谷先师天德经啊开示啊，我们所有的祖灵是来从蓝天去从蓝天啊，所以释迦祖列位祖灵们啊，你们啊虽然在2500多年前被琉璃王灭掉了啊，是非常不满，现在还停留在灵魂界的悔恨贪欲，在里面还在执着的啊，请看2500多年来了啊，中华民族发生了多少战争，也是被灭的一个族，不少的族都被灭了，这个是人类的愚痴，人类的浩劫。所以在这一次啊，丁友莲的恭祝阿弥陀佛佛诞啊，经由济公古佛的慈悲啊开示啊，要我们在这一次法会一并要祭祖超度。那我就对济公古佛请示说，为什么啊佛教的高僧戒徒那么多插手不管，而要让我们维新圣教新宗教啊来做这一些事情呢？我们不是很内行的啊，所以济公古佛说，一条心要紧，要有心，其他的勉强，以后自然你就会知道啊。因为你们有联合祭祖大典啊，已经12坛了，五千年的祭祖啊，在当下啊，所有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也都一一的来到维新圣教祭祖总坛啊，平时在维新圣教传基山仙佛寺、后黎三宝寺、中华先祖堂，还有天主帝王殿，啊，在那边修行，每天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院长圆宗禅师院长，啊，带领着我们所有的幻变法师，啊，每天诵经维新圣教三足经来供养，印心觉明，啊，然后呢？在每年的1月1日联合祭祖大典啊完毕的时候，圆满之后，各自依每人的因缘果报啊本愿回归蓝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啊，所以啊济公古佛开示了啊，释迦祖被灭的诸灵们啊，都要到
啊，往生南天净土世界啊，给王禅老祖来度啊，然后再往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啊。我听了很高兴，又很恐慌，我才了解这是第一坛开始啊。第一坛顺着阿弥陀佛佛诞的时候啊，一起我们由维新弟子们共同来香花果串来供养啊，奉送诸经来供养啊，告示我们所有的啊世家祖籍，所有连坐上的啊，所有各国联位，中华民族3762次大小战争，汪祖彦灵众等啊，来时机去时宝，来从蓝天去从蓝天，蓝天是我们的家啊。今天中午我们与弟子李秀英弟子啊，要跟我说他晚上梦见好多好多人都被杀啊，杀了之后埋在土下啊，然后用车把他连过去，很恐怖。历史以来就是这么多的恐怖啊，这一些都是无名啊。所以我们要举办一宗教法仪啊，王禅老祖的慈悲神道关怀，关怀所有当下莲座上，在过去无量劫以来，无论在哪一劫受到五日，受到欺凌，受到杀害啊等等的，我们一概啊都以香花果串来供养啊，祈愿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啊。恩怨情仇是一时，但是我们要记住冤冤相报何时了啊。今天的我们对人不敬，来生一定会有恶报。所以释迦族的列位古德圣人菩萨们啊，你们的一时被灭，这都是有累劫共同啊这个共业，所以在一时会被灭，这是天理啊。所以这一次啊，这个要超度释迦族，我才要立的牌子为天赦，祈求天来特赦啊所有释迦族被灭，还有我们所有莲座上的诸祖灵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啊，特赦解冤坛。所以今年的啊这个祝寿法会也一并会在11月17日元月三日啊，在千楼禅堂联合祭祖大典的时候，我们同时会将各位所设的年位上的诸祖灵啊，还有三界万灵众等全部归一，希望仰仗佛力啊，仰仗王禅老祖的天威加持，皆得往生蓝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亦为本愿啊。啊，我们在这里祈愿着龙天护法保苍生啊，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祝福各位。
各位维新贤士，各位苏昂善知识，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苏昂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人生百瑞一场空啊，名利富贵不相逢，放下我执随佛去啊，往生净土极乐国。好，各位莲座上的所有各姓氏列祖列宗，各个莲座上的苏昂法界三界万灵，各个所设立的住家附近山河西涧，中华民族五千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世界812次大小战争，诸圣联盟。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特别画一个48大愿，其中的一个大愿就是第一，欢迎地球之外东西南北上下世界诸佛菩萨圣神都到极乐世界去替他们成佛若是不成佛佛陀呢阿弥陀佛他也不成佛再来他的大慈大悲，凡是有地球上各地各个山河西涧有这个冤魂或是有冤有仇是业报，所有的怨灵们听到阿弥陀佛的圣号的时候，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了，阿弥陀佛一看接纳由观世音菩萨慈悲接引到极乐世界去成佛，了脱生死，不要再来世间轮回再来一个大愿，就地球上任何个地方因为农业受杀害的冤灰转动毛毛虫坟营所有的各种的冤灰转动诸灵们，当你听到一句阿弥陀佛，在你四田里面的发愿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的时候，观世音菩萨会接引，那么当下性王禅老祖开示我们王禅老祖他本是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身边的大菩萨，也是佛，也是累劫以来上万年了都一直为地球上的众生的所有众生的生命按灵归去处而倒驾慈航在中国道家不同的境界净土倒驾慈航斗打莲灰颠倒踩的莲花就是要的普度众生，普度群灵。所以王禅老祖首先第一站投胎转世是现在弘金老祖10000多年了再来7530
三十多年的人的福兮士族，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啊，再来，他又在啊这个福兮士后，他又一世又投胎转世为女娲，所以再化八卦九宫城，这是王禅老祖他的视线。所以补天，王禅老祖掌中掌的八卦是补天。啊，在民国啊96年的时候，地球上臭氧层破洞，啊，王禅老祖开始要补天。我说你为什么要补天？民国71年你已经开天了，啊，刚好那一年开天，啊，地球南端的上空臭氧层破洞开始，所以才有开启蓝天，啊，所以让所有的诸天圣神活菩萨来从蓝天去从蓝天，就是各位你们的守护神，你们的指导神都是从蓝天下来，啊，和各位天人合一共修圣法，啊，来普度群灵，共转天下太平的法轮。所以这是王禅老祖的天威啊，台湾祖师的慈悲，啊，诸佛菩萨的慈悲，啊，到了三祖，黄帝、炎帝、蚩尤帝，三祖的诸争，争不完，所以天意就让蚩尤祖他打败了，但是三祖儿女还是永恒的留下来。虽然蚩尤祖败了，但是蚩尤后裔分为五路，第一条就是现今的少数民族，第二条苗族到贵州云南，啊，第三条被通婚了，第四条就逃往啊北方韩国朝鲜半岛，啊，另外一条四处流散流窜了，才有今天的15615姓氏。这都是因为战争的不幸所生出的演化出的中华民族有15615姓氏的原因在这里，啊，那么这个5000年哦，哪一位神啊愿意以神道关怀众生，关怀苍生，啊，要来圆满中华民族5000年的恩怨情仇，啊，以当下能够圆满天下一家亲，这个真是不可思议啊，也不可说，不可思议的功德天，啊，所以到了现在21世纪的现在，王禅老祖道驾慈航，在空中空界神道关怀，啊，传了很多的空中妙有的妙法，不为个人，而为整个人类，而是尊重所有大家一起来世间的人们，无论王侯将相、宦夫走卒，无论你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时代，天下第一的就是人，
啊，天下第一的就是人的啊原则呢，就是王禅老祖尊重众生，尊重诸佛菩萨，诸天圣神都是从蓝天来的，所以我们在空界啊，以所有诸天圣神啊印心觉明之时，啊，发现当下所有地球上的人都有你原来的家，何况我们唯心圣教的唯心贤士同修们，你们的家都在大梵天世界啊，也在极乐世界，哎，在其他各种的世界啊，因为要续缘，要珍惜缘，要知恩感恩报恩而来到世间来啊，才有我们的时代不同的转生轮回。所以济公古佛这个禅啊，我悟了啊，原来释迦祖也是中华民族啊历代祖灵的转生轮回，本是天下一家亲，同宗同源同祖德，所以在今年的一年时机到了，我才遵照王禅老祖的慈悲开示啊，和指示一切宗教超度法仪，而设立了解验坛啊，我悟了，我带领了唯心贤士同修们啊，大家一起来共修圣法，来普度群灵。所以我感恩王禅老祖他的慈悲啊，没有一位人可愿意传这一个这么大慈大悲的心法啊，普度群灵啊，超度所有一切的多生父母啊，所以我们要感恩。安尼知无？所以王禅老祖，我们要恭赞王禅老祖。啊，王禅老祖，啊，我们要怎么恭赞呢？请各位同修们，我们合掌，很诚心的来恭赞王禅老祖的慈悲。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啊，慈悲悯世，故我稽首顶礼。啊，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稽首顶礼。各位唯心贤士同修们，我们要感恩王禅老祖。在今天早上，我们由唯心圣教幻变学院的法师啊，一起来恭送鬼谷先师啊，这是啊《中华三祖玄妙经》这部经，
是来赞扬中华三族的因缘果报，本是天下一家亲。啊，为什么三族有这么多的恩怨情仇，留到现在来已经5000年了，战争还不停。哦，所以王禅老祖慈悲开示了中华三祖玄妙经，啊，招请了中华三祖啊前来坛上受纳祭拜供养，啊，表达三祖儿女的心声。所以我们祭祖就有这个赞祭：光辉事迹耀中华，诸多流芳国际夸，饮水思源修忘本，联盟技术最堪佳。各位维新贤士同修们，我们每一年1月1日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联合祭祖的大日子，即使没有在联合大体育馆举办祭祖大典，而我们也会在台湾净土维新圣教总坛禅机山仙佛寺千佛禅堂这里，好来深谈以宗教法仪，由维新圣教的所有贤士同修及各界善男子善女人，凡是中华三族儿女都可以来参与祭拜。在元月一日的下午1点开始，在千佛禅堂香花请香花迎，啊，一起来祭拜。啊，凡是你进到大孝的，你就是天下第一人，啊，你绝对能够得到祖灵的护佑和关心关爱，啊，你也就可以做到天下第一人的果位。啊，所以人生难得，啊，我们要珍惜我们的人生，人生，啊，所以记住，自我勉励，天下第一人，要这个尊严，大孝就是祭祖。平时我们在家里祭拜自己的祖先，啊，没有时间回去祭祖了，你把祖先放在心中，你可以合掌起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把你祖先放在掌中，这个就是莲华，莲花，啊，端坐莲华，你观想着你的祖先，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阿祖阿太，所有有缘的亲人，坐在掌中，合起来，放在心中，端坐莲台，心中有无限大的莲池海来会佛会菩萨，所以叫做莲池海会佛会菩萨，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这即是天下第一人的尊贵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今天我把王禅老祖上天所传的真理妙法，天下第一人怎么去修，这样做我都做啊，啊，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今天呢，啊，我们法会已经快接近圆满了，1月3日就圆满，
啊，一月三日是阿弥陀佛的佛诞日，早上我们要举办大皈依，啊，然后下午释放焰口，供养斋食，由幻贝学院院长严嵩禅师院长呢担任主坛，我们所有的维新幻贝学院的啊诵经法师，男众女众法师一起很诚心的啊恭送瑜伽焰口啊及念佛的功德来回向啊奉送，一心奉送灵归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啊，并在早上啊斋天的时候，我们一并不管男女老幼老少啊，不管多少法界三界万灵众等，我们一并依照宗教法仪啊奉送诸灵文，灵归蓝天净土，了脱生死，够智成佛，以为本愿啊！啊，这是我们的啊丁友莲恭祝阿弥陀佛佛诞，还有祭祖大典，我们的本来意和宗旨，希望各位同修们。啊，你们没有时间来，你们在家里也要祭拜自己的祖先，没有时间回家啊，我们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说先打开来啊，观想中间是说就是一个莲花啊，莲花瓣啊，中间一个莲台啊，这莲台八角形的就是八卦天心妙莲台，王禅老祖手里所拿的八卦啊，这是八卦天心妙莲台，然后合起来，把你观想列祖列宗所有祖先都坐在八卦天心妙莲台，然后所合起来啊，放在心中。花在心中哎，啊，然后你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念十分钟、二十分钟，啊，你观想你的祖灵一直坐着八卦天心台，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构筑成就一片净土，那就是蓝天净土。也是当下的唯心净土，所以我们的净土有三个阶段：第一，当下唯心净土；啊，第二个蓝天净土；啊，到最后来极乐净土。一、二、三。啊，我们这样观想，在家修行，你即是大孝，即是天下第一人。啊，你们今天悟到了，你们得到了，得多了，得多了，爱净土，要正道，正道之后要去行道，行道之后你们就要弘道，普传天下，叫天下太平，天下一家亲。是王禅老祖的天威，所以我们恭赞王禅老祖天威，啊，祝福各位。